这个好油哦，我们先把油擦掉，先把油擦掉，然后一根牛肝，然后我也是牛肝，可以葱，可以葱，没有这个别葱，可以葱，可以葱，可以葱，好，嗯，加一下呢，牛肝葱，这个这个这里我这边，嗯，嗯，这种，啊，可以吃糖的。超干净的，我没有刷很久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洗这个网子的里头也很脏，黑喷，然后用海绵搓一搓，一搓就掉了。然后你洗干净，然后搓这样，搓出泡泡，再刷，去搓搓。好，嗯，刷。然后它有很清新的橘子味道，完全没有刺鼻的化学味，然后还有一点酒精的味道，因为它是用香橙精气下去泡的。你看，超白呀。超白，多好吃！看刚刚油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搓干净，搓，把海绵搓干净。如果颜色洗不掉，我们就可以泡或碳酸钠，用热水泡，隔天就会变得很白喽。然后这种天然洗剂，小朋友摸到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的化学的东西。听说变白喽，上面那个油烟机就喷一喷，然后等一下用湿抹布擦掉就可以了。然后其实你没有擦得很干净都不用担心化学药剂残留，它就是很天然。假设你的油脂已经卡很久了，它可能需要多擦几次，多清几次，它就干净了。然后像你任何有泡泡担心会残留，你都可以喷一点点温水，让它把那个油脂弄掉，看超干净的哦。因为油烟机比较容易有死角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死角的地方再喷一下。但我现在都没有用温水哦，我都用冷水擦，它其实去油效果就很好了。